晚拜安拜。哦，开车小心。他的样子很好看。每个星期三会在这个时间出来吃宵夜。怎么没有萝卜啊？卖完了。好想吃萝卜。偶尔会有个男生陪他，但不会花太长时间待着。跟男朋友约会啊？哪是啊，就跟同事吃个饭这样。没吃饱哦？我嘴馋啊。就这样，我们习惯在星期三相见。喂，刚刚跟阿玉吃饭了。好啦，你们聊。你好了，我去接你。杨一天，我帮你买啊。嗯，我去买个东西。我帮你买就好啦。我帮你买。谢了。多少钱？不用了啦。下次请你吃饭。开车小心。走了。晚安。这天一样是星期三。一样是关东煮加啤酒，但时间意外的早。今天那么早？早一点才吃得到这个啊！好好吃哦！而且我不能再吃宵夜了，对身体不好。那个星期三的聚会呢？推掉了。哦。吃饱就好。